好，来看到台北老字号的南门市场，过年前才买年菜，总是热闹滚滚的。而在今年呢，他们不断呢有摊商共同是推出了年菜的组合，而且如果用这个电子支付的话，还可以再享有15%的优惠，也和电商来做结盟，可以直接就从网络来下单了。另外呢，如果说在过年的时候想要轻松一点啊，从饭店来外带年菜的话呢，现在也很夯哦。这一次名厨阿基师呢，不但率领了旗下的宗破塞推出了舒肥料理的年菜，并且呢，从除夕到初五呢，都能够开放外带，弹性更多了，就是希望可以替大家多带来一些便利。公路固化快，也在旁观过了。整屋的佛跳墙，山珍海味好料满满，连 model 都快拿到手软。年菜一道道讨吉利，有元宝财源滚滚来，也有猪脚猪事都畅快。南门市场名闻天下，不但有许多年菜老字号的摊商，还获得经济部五星市场殊荣。今年不让婆婆妈妈伤脑筋，由摊商共同联名推出年菜大礼包，要是来采买用电子支付，还能天天享优惠，满3000块就可以回馈最高到450块每天，所以你今天买完第二天还是可以再来，不想出门也可以一指神功从电商平台来下单。传统市场和电商结盟，大饭店则是找老厨师站台，这个比你生的煮来的还要柔还要软。打造舒肥料理，阿基师率领饭店厨师集思广益，从除夕到初五都能来外带年菜，除了鲍鱼、乌森、金鲳鱼，还有花椒炖同鸡，不用挤在过年前，三两下就能轻松让好菜上桌，在家享受饭店级料理。华视新闻潘建任、蒲新宇台北报道。